全军出击。哎呀，这皮肤限定都有啥来着？啊，好像就武器大师。人家后来出这皮肤，这都那啥，这都改声音呐，改语音的。哎，那个猴年限定的有没有改语音的？有，先学个 E 啊，开个 E，晕锤走了，砍了我一刀，没有关系。他一级学个 W 的，我们没有 E 不上啊。他真敢 W 我呀！我天哪！我刚才有 E，你不死了？我直接开一，我让你减速我，我生了，闪走了。这人就胆子大，我有意他还敢上来减速我，你这波可以杀，换了其实也行啊，换了其实也赚，可以接受。其实我不是很想换他。但是这小子吧，他骸骨镀层好了，菜了。没想到这种东西，我发现不行啊，这是必须得天天玩啊，不天天玩这种细节，这都不够细了，没细节了。拆了，确实是拆了，不够细了。我先插个眼儿，我直接开一，晕，晕完我们走。他生了，咱不打了啊。你真敢拽我呀！我发现你给我晕那儿，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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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重锤，没有用的。走呗，我跳走，接闪现。哎，我一技能差一秒钟，可恶！差了一秒钟，不过兵线不错啊，这蓝枪没推，正常这蓝枪推了呀，我们会比较难受。看看啊，我去那三亚调了一手时差，调了一手时差，现在基本上我们每天早上10点播不太成问题。每天我都早睡早起，锤送锤，开 E 跳上来，晕走，这蓝枪挺膈应人呐。怎么的呀？咋的呀？有这么不怕死的吗？我的好兄弟，我重锤！等一会儿艾克啊，你真敢往上窜呐！啊，给我杀了！我开个 E， 晕！真敢 E 呀，小伙子，你是觉得我没有队友是吧？你欺负我！敢这个样子欺负人，我没想到。这波我伤
生完的落手不敢跟我打，没事，我们生了，但是不要把 Q 交了啊，把 Q 交了很蠢，摸一下走，算了，不上了，他这小反甲不好杀，我们回家了。感冒了，没感冒，只是有点鼻子不通气。现在通了，塞纳又是冰拳塞纳吧，现在都这玩意儿了，我发现怎么不来个皮孩，你猜我考考你，为什么这波不买皮孩呢，我直接跳上来接重锤，你拉我，我操，这波小拉扯还可以啊，哎呀给我拉扯了，没拉扯过的给我拉扯了，关键他有防御塔我进不去，因为这波想回家买，我点了神奇之靴，哎呀开机宝可以啊，我早点盐是不是全杀了，你看的是哪一把呀，有穿越来的，这是这皮还不来了吗，日炎落手，一天我的天哪，咱也不至于猥琐成这个样子吧，差不多了，回家了啊，下边再来，我们直接吃了四层塔皮，先来个破败，再来个这个，这样吧，现在三项加三点移速、三点技能级速和三点攻击力，333，别中了啊，让塔皮消失一层，好的，
帮了半天一个字言落手，右啊，行吧，出右就出右吧，无所谓了。出右就是只能我们就是越塔杀不了，就这么多事儿，把他石头人给他收了。人儿呢？我重锤，跳一晕，重锤重锤，啊！怎么跑了呢？一些塔给他拿下。1933，再见。几个人啊？他过来干啥来了？锤。锤重锤，跳上来锤锤，重锤点燃，重锤锤锤，他跳弹走了，那我们撤，哎，不追了，你跑了我便不追了，要不然我还追他一手，他还跑了，关键是耶，我差点钱，打个蛤蟆，有点那种少林寺方丈的感觉了啊。我们先打个蓝啊，回到上路。没有红 buff， 你瞅啥呢？这就这么两个人想要杀我啊？就这么两个半人想杀我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家卡萨丁是吃素的吗？错了，他是吃肉的。是吃人的。